没办法，一个中皇解决不掉。哎，反手直接一个大招，配合下来，一换一下来，哎，百里玄策配合马可波罗，双方没有正面防，哎，里面击杀还在埋伏，陈梦能不能砍出来？差一点点，不过重点形态往回拍，可惜有没有闪现，距离不够，应该会要交。不过他们是想正面打团，他们并没有打算用一个兵线牵制。不行，又留住武则天复活，大招开出，马可波罗直接大招侧翼进场，打残两人，继续往前，选择被带走。你要打正面团战，你阵容不带控制。哎，大招阿泰被大，问题有点大，不过原地大招躲掉了干将莫邪，这边还有半血，后面还有个东皇太一，另一边的放松又被强切，另一边再带走一个打野，非常漂亮。发育，老夫子来到比较关键的位置。但是到暴君的血量也很残，干将我们来注意干将，哎呦，还是被马可波罗收掉。YT 直接波得撤呀，这边还在往外打，又脱节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来看看。马可波罗再来，玄策打了一个反时间差，二技能拉过来，再一个大招，二技能位移非常漂亮，这波操作。重点形态拉出来，夏天在旁边啊，这个老虎在反攻当中就看着你，大哥敢来，在打着夏天，三分之一血量直接波掉。哎，裴擒虎拿了一血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正面还能刚。太真敢来，张飞吼开了，银针的扫射能不能躲掉？反身再打，太真给出大招，但是这个时候对方伤害不够，直接控出了 CD， 阿泰可能走不掉，一拳两拳回点小血，拉开距离再打，还是还在回血，拉进去被大了，这就凶多吉少了。没关系，还有个太乙真人，正面战场可以先把塔给推掉。老夫子被带走，张飞吼开，被裴擒虎收掉人头。啊 ，XQ 是少一人的，阿泰这边，太乙真人复活给到，停手了，不过能站起来。里面小柯的血量也很残，老夫子直接被姜子牙给带走。裴擒虎想找姜子牙，往上一跳，这波 YDG 大赚啊！黑暗暴君姜子牙没抢到。裴擒虎拿到，那个露露正面进场，切到了银阵，银阵大招没开出来，直接被秒。路上还有一个老夫子和达摩，控哪个？躲掉大招，逃走哎！继续正面往前，程咬金跳进塔内收掉。另一边，老夫子来了，捆到没有大招的太乙真人，这炉子没有办法。张飞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现在大招是还没有交的，但是反打。我们来注意一下纳克露露，纳克露露变鸟形态，这边有个银阵一屁股闪现躲开，还是很机智。里面达摩还在站，一个大没收掉，来起过来，超过三个。张飞跟上，达摩这边回身，锤到了另一边的白起。公子李本来，过来嘲讽，极限嘲讽到，再一炸，平 A 挡掉，投射，哎呦，再回到了一毫米的距离，贴脸输出。另一边的公子李还没死，这波有点秀，关羽过来顶回来，干将莫邪二技能再踩，闪现逼出，一个回顶，一刀直接带走，拉过去，嘲讽两人，干将莫邪和公子李。配合一波二技能进场，马可波罗边路输出，正面有个达摩，大招来了，打死公孙离之后，还有一个张飞，蓝 buff 抢掉，复活再站起来，哎呦闪现，这一波撞墙落幕，血池区正面七杀两个打残，差一点点，还有花木兰，现在还牛气冲天，纯爷们儿，还要等这个马可波罗的复活时间，闪大交出来一控，非常漂亮，这波放纵这个武则天连控，教科书啊。塔下，这一个清掉了，还有龙，你要越塔强杀这波，两点闪现交出，配合武则天的控制，全部半血，这个还没杀掉呢，是真的伤。落幕直接交出自己的复活，能不能走掉？闪现逼出，一个闪现跟进，这波控制漂亮，杨玉环奶一口，但是没成功奶活，双方一波一换一，这波硬打，得边打边撤，随风，哎呦，这个、正面马可波罗开大招，但伤害不够，杨玉环给大复活，哎呦，这口治疗。没给到，还有一个炮车，这个程咬金怎么办？对方五个人啊，小比赛，等一下，没有炮车兵，没有炮车兵，看谁在强打，强打，一定会强打。现在的强打，我觉得是能够拆得下来的。花木兰回来，花木兰回来，过来，重点没开出来，又直接被秒。平赛赛清掉，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 XQ 3-1拿下比赛。